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远伦，今天是小溪地震王远的开镜记者会。可是很可惜的呢，我自己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在法国帮你们看这些美丽的美景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我在这里跟你们下跪，拜托你们一定要收看小溪地震王远，不然的话就又算惋惜了，一定要看啊！